无线剧集《动人的时光》的一班演员这日去到会展的香港国际影视展介绍新剧，剧中的袁伟豪要靠同人 kiss 来偷取时间续命，点知他即场同唐诗咏嚟一场嘴对嘴 set set 的示范，哇！唔系啊，因为我哋今年咧，我哋剧集嗰啲每一个剧集里面讲的嘢其实都有意思的，咁譬如因为阿姐即系阿姐去谂噶，今年阿珍姐每一套剧集都要有啲意思，咁点解我哋要石呢？因为嗰个石系有一个 meaning 嘅，就系因为佢要用 kiss 去偷时间。其实都系做翻剧入边角色的一啲嘅特質啦，係演翻，即係喺度做翻個宣傳啦。我就唔敢唔錫啦。但劇入邊你哋有啲好多錫噶嘛？未啊？劇入邊佢錫得最多係男人。係啊係啊，我就數過超過10个男人啊，錫咗起碼係啊，都係從影以嚟錫得最多男人嘅一套劇。冇辦法啦，為咗劇。即要好看故事好看呢都冇所謂的、不過就試過俾啲男同事啲鬚根刉翻我轉頭咯，係啊，即係好澎湃嗰啲鬚根刉翻轉頭。咁你係咪明白到有鬚根其實唔係幾好受啊？女仔會我相信我啲鬚根會比較柔軟啲嘅。